天啊，滑雪真的是你一玩你就爱上了，虽然摔的时候很狼狈，但是滑起来的时候真的是摔爆了。最近反正天气转凉了嘛，我觉得可以有机会去滑个雪，然后我觉得可以拍一下。喜欢的动物类型，猫狗还是其他？小动物都挺喜欢的。毛绒的还是那种冷血动物啊？还是那种？哦，冷血动物不行。多角类不行。黏黏糊糊的。毛茸茸的，黏糊糊的也。黏糊糊是什么？就是黏黏糊糊那种鱼啊、水里的呀。别了，正常一点嘛，就毛茸茸的就好了。皮肤也是毛茸茸的。再见，不行。跟别人不一样的，我特别能注意到。就比如说，就是有一个举动吧，现在他们都学会了，反正就让我注意不到。比如说，他们会正着拿我的手扶，但是有个别为了让我注意到，把我的手扶反过来，我就会注意到他，你把手扶反了，就是出其不意的这种。对，请编写一句给粉丝的逆应援的口号。安夜安夜，璀璨的夜。OK。六到十八岁的高中生和31到40岁的。80后谁更喜欢听你的歌？我觉得都喜欢，因为是我的粉丝。这时候不用端水，不行，必须端。你要是再端的话，直接抽一桶吧。那个啥，我感觉他们可能听多了会觉得腻，但是呢，大一点呢，可能大多数会是一些妈粉什么的，然后会对自己的小孩比较疼惜，不管多难听我都要去听，就那种感觉，你知道？来，三连拍，来吧！哎呀，豁出去了！一、二、三，什么时候才能暴富啊？船到桥头自然直。远在他乡，如何表达对父母的思念？一通电话没烦恼。为什么长腿猫容易长头发呢？移植过去毛倍多。